一场相声《卖故里》，表演者谢金、李鹤东，掌声有请。给您换一个，哎，谢谢您的掌声鼓励啊！掌声在哪里？掌声，掌声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您吧。今天是周日，对，今天是明天该上班了，是吧？周一没想到大晚上的来这么些个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的光临。是，刚才人家二位说的也非常的精彩，表演了一段啊，一个叫刘朱如、刘九如，你有点狗眼看人低了。刘九如，不好意思 ，I'm so sorry， 这个 sorry 啊 ，so sorry 啊。刘九如，刘九如，还有一个叫。孙九香，哎，孙尚香，这个娘们儿呢也非常的厉害，眼瞎耳朵还拉稀。我怎么那么孙九香啊？孙九芳啊？孙九芳啊？孙九香，孙九香，嗯，反正看着挺香的，反正确实非常的好。嗯，后台都管他叫大折子，没错，是吧？人家非常的了不起。嗯啊，二位呢很辛苦，下去稍微的休息休息，歇会儿。哎，这场呢把我们二位更换上台。轮换演出，大家对我们可能不太熟悉，不了解，因为啊，我们也不是什么明星啊，也不是什么大腕儿，嗯，因为跟人家有流量的没法比，是啊，秦霄贤呀、孟鹤堂啊、岳云鹏啊，嗯，这都是流量比较多的，对，啊，您拿我来说，我流量就差一点，您怎么样啊？尤其到了月底，月初还好一点，嗯，啊，月初我50个G，哎呦，所以说，您是移动是联通的这个。啊，月初50个G，几个G？没有，流量差点、哎。流量明星，但是跟人家没法比啊。他的流量在我们德云二队算是我们德云二队流量方面的半月板了。嗯，这个尤其咱队就没高哪儿去，对，半月板。什么板？我没有板。哦，没有板。啊，反正您也很了不起。没有。介绍一下他吧。我呀，大家对他比较熟悉吧？哪儿？有认识他的吗？有。啊，你看有认识的啊。嗯，管你叫奶。你姓奶？哎呦，你这是个外姓啊！你是不是那个父姓叶赫那拉呀？你是？你长得跟叶无似的，叶赫那拉。不是，姓奶，赵钱孙奶。赵钱孙李。啊，周吴郑奶。已经说对了，我就姓李。对。红尘楚奶。你再楚楚下了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姓李了吗？姓李。对。啊，你叫李赫奶。哦，李鹤奶，李鹤东，哦，李鹤东，我掌声，你看，你掌声有没有？谢谢你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人就讨厌，我怎么讨厌了？嗯，非常的好，很优秀。拿着你开玩笑？那不开玩笑，你说在台上干嘛呢？咱念报告啊。确实啊，跟东哥在一块合作呀，心情非常的开心。就那么回事儿。确实，哎呀，这叫什么回事？开心呢，开心之极。嗯，尤其啊，跟东哥呀，哪方面都比不了。什么呢？你包括这个身高，尤其在这个……怎么您腿下面是假肢是怎么的？就是您在我心目当中啊是巨人。我在你心目当中到夜店那个是吧？勾的小闺女似的。我在你心目当中是巨人。哎，你绝对是锯了腿的人。这个我是残疾。哦，你是残疾。我这个头我是锯了腿的人。你是锯了腿的人。那郭老师呢？郭德纲呢？他也就1.28米。他也是锯了腿的人。啊，郭德纲不是锯了腿的人。他是什么？他是霍比特人。什么叫霍比特人？后台刚才那个李萧乔。李萧乔是锯了腿的霍比特人。跟这桌子有一拼吧。还没桌子高呢。嘿，陶阳，陶阳好，埋在土里锯了腿的霍比特人，就你高。对，陶阳唱戏穿那个大厚底靴，也就1.18米。这靴子就得小1米了。对呀，所以说人家哎，这个个头矮的都是精华。嗯，人家个头矮的郭德纲，你别看郭德纲啊，像这个陶云胜啊，人家个头矮，但人家唱戏特别好。吊门高不是吊门高啊，嗯，他主要唱戏呀，你必须得穿那个高的，都得10几厘米，啊，那种增高的鞋垫儿，都得穿那个。哪有这增高鞋垫儿？那叫什么？厚底靴。哎，对，厚底靴。所以说在台上啊，像他们这个长得就不像个人类的，完了又穿上那个，哎，像正常人了。
所以说我，你虽然说我唱得好，但是我没法在台上演出。怎么没法演出？尤其是唱戏不行，哎呀，我不能唱戏，我唱戏真穿上那个跟踩高跷似的。你穿一平底儿的不就完了吗？平底儿也不行，平底儿不合适啊，人家都穿那。是。所以说人家唱的也好，说的也好，嗯，是吧？这是郭德纲先生培养出来又这么优秀的徒弟。谈不上优秀，那后台优秀的太多了。后台有谁啊？像什么孟鹤堂啊、张鹤伦啊、曹鹤阳啊、阎鹤祥啊。你看看怎么都比你强啊？你要不收拾收拾去世的？我去世干嘛？我这搭档还活着呢，我死什么呀？你跟搭档一块儿死啊？嗯。反正确实李鹤庸啊，非常的优秀。嗯。尤其啊，现在这个大伙也都喜欢这样风格的捧哏的演员，你别夸是吧？你看他属于是什么呢？也不是那种出洋相啊，也不是那个出怪音儿啊，就老老实实的跟个死人似的，一句话不说，让人感觉哎，就跟存在不存在都没有感觉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这不挺好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似有似无的，对，非常的好。嗯，尤其啊，这个李老师，你看他表面呀，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学问呀，包括。相声也不会什么呀，说一漏唱啊，这门都不会。但是啊，人家也算有自己的特长。啊，合着刚才前面说的确实是，不是确实有特长。哎，四门功课，你说你知道吧？说学逗唱。你看看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这个学都能学什么呀？学的太多。您给大伙介绍介绍。天上飞的呀，地上跑的，水里的浮的。我用你捧哏似的。草根里蹦，这都学不了。为什么学不了？你都霍霍没了。您学的还真不少。嗯。哦，天上飞的能学？能学，学什么呀？那太好了，今天给大伙儿学一回天上飞的。啊，您说。沙尘暴。这多大面积的沙尘暴？学不了了。你能学啊？你看你说了半天，我把自己撕碎了，是怎么的？说了半天学不会吗？学不会。那能学什么呀？地上跑的。地跑能学？学个地跑的。什么呀？擦屁股纸。这是伴随着那沙尘暴一起来的。对呀，沙尘暴刮的呀。满大街跑擦屁股纸。能学不能学？你不是说地下跑的能学吗？我学不，你给我学一个，我看看。你长得跟大便似的，你夹着我，那我夹着你干嘛？咱俩一块跑啊！学不了了，太脏，我嫌你脏。嗯，你嫌屎就脏。废话，我就敢坐那擤鼻涕的，我也不擦你。不是你说了半天，水里的浮的，水里游的能学了？哎，学一个水里游的什么呀？死尸，那不都泡芙呢吗？对呀，泡芙呢了，对呀，你本来现在就这双下巴，你挺肥，你多往那躺着。干嘛？我充气了是怎么？还跟那躺着呢？我学不了吧？草坑里蹦吧。草坑里蹦不学，学个草里蹦吧。什么呀？学个蛆。我头回听说这蛆能蹦，这蛆怎么蹦啊？我告诉你，蛆呀，蛆有俩大蛆的，一叫咚咚咚。哎，我拦你就行，台上不让放屁啊！你听着，那叫蛆蛆。你们家这蛐蛐变异了，这是，这学不了。能不能学这蛐？什么学蛐蛐叫啊？蛐蛐叫，我干，我不刚都学完了吗？你那是放屁呢，是？你学那蛐蛐那个表情。蛐蛐哪有表情？蛐蛐表情。蛐蛐就作脸了。我看见了。学不了这，说了半天，你看还怪我说你吗？刚才我是不是说你说学逗唱，你这门不行？您说的对。说学逗唱说了半天，你不都不会吗？我跟您说啊，前面这是话佐料。您佐料越来越多了。后边的像什么装聋作哑呀，各种人说话呀，大小买卖吆喝。啊，哎，这装聋作哑现在不让。咱不是说，咱不是这段啊。对，是。要说这个，刚才最后说的什么？大小买卖吆喝。哎，大小买卖吆喝，这过去这就叫叫卖。破身对吧？嗯，现在很少能够听到了。对，因为什么呢？现在都是坐商比较多，嗯，包括商场里啊，人家卖的都是大品牌，嗯，对吧？你像你什么时候你听过 LV？ 嗯，有吆喝的。LV 吆喝。谁买吧？啊，行。
先把这口气咽了再说，对吗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人家做上比什么 LV 是 LV 的导购都天津人，对呀、啊，洋货特别是洋货市场。什么时候你听过红日会的吆喝？啊，是不是？红日会吆喝什么？红日会是会红，有这么吆喝的吗？对吗？以前徐海文就这么吆喝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说这个大商场啊，嗯，大做商没有吆喝的，咱不懂。对不对？过去都是什么小买卖，嗯，走街串巷的吆喝。走街串巷，你比如说什么小买卖？你比如说过去啊，老北京卖菜的，卖菜，挑着这个两个箩筐啊，嗯，这边有个扁担呀、啊，是扁担长啊，板凳宽呀、啊，嗯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哎，对了，你说这一吆喝出来也特别的有意思。卖菜怎么吆喝？挑了好几十样的菜，一吆喝出来好听。您给学学。九腔十八调，棕绳翘扁担，嗯。口气十几二菜给你吆喝出来，是，我给您学一学。来，这手呀、啊，捂一捂耳朵，啊，拢一拢这个耳音，找找共鸣。哎，香菜拉青椒，哎，高葱嫩青菜嘞，扁豆咸的黄瓜加冬瓜，卖大海茄，卖萝卜红萝卜扁萝卜，那里眼里香椿嘞穗儿嘞，好韭菜。站在东胜大街，怎么样？连桂林路都能听见。哎呦，能传出那么远去？桂林路还有一个卖菜，俩卖菜的，俩卖菜的。嗯，这是过去啊，老北京卖菜的。是。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呀？嗯，还有这个卖这个包子的。现在也有。哎，卖包子的也有。一般的情况下呀，北京卖包子分两种。哪两种？一种是大轿的，一种是清真贵轿。这吆喝出来有区别吗？大轿吆喝包贼，嗯，一吆喝是这味儿的。包贼好办我的面子儿的包啊，吃点包啊，闹点包啊，尝尝包儿那些儿。这是大轿的。哎，大轿的。那清真贵轿。清真贵轿的一般都小伙计居多，啊、吆喝出来是童音嘹亮。嚯、哦！哎，童音啊。童音。童子功。哦。合适合唱。你四十年前就不是童子了。合适合唱。我刚出来就不是。要是这玩意儿，亲啊个天儿啊，包儿热的嘞，发面的包儿那又热嘞，吃包吃包，包儿干蒸的。这还带一后勾呢，对吗？是。你到了天津卖包子的，省事儿的。天津呢？吆喝俩字儿。怎么吆喝？肉包。这倒省事儿了。但是它有一个特点，嗯，这个肉字儿声音特别的大。嗯，包字儿顺着气儿就走了，这一不留神还听不着。哎，不留神呢、啊，听不着。您来来。怎么我踩你前段线是吧？棒。呀！你那嘴都能拔罐儿。你那舌头都刮痧呀！咱俩凑一块儿，舌尖上的足疗似的。真的好肮脏啊！你说的这个是，就这么吆喝。对了，尤其啊这个，尤其这个卖包子的有意思。嗯、一般的过去啊都是老大爷，上岁数了，夜里十一二点钟了、啊，哎，拿了一个小筐筐啊，嗯，里边放着几个包子，嗯，盖着棉垫，一边走一边吆喝。怎么吆喝？他这特别有意思。嗯，哎，以后您学一学。老大爷卖包子。老大爷卖包子。这也是个老绝活、啊，这倒霉模样还出来卖包子，哎哎哎哎！看着人啊，这有人。哦哦，大黑呀、啊哎！你才狗呢！大爷假牙丢了，棒！这口气差点没上来。这谁敢买呀、啊？这这
这肉字出来，这包字写不出来。是，不信您就听吧。听什么？什么时候外边一喊肉了，嗯，您踏踏实实洗澡，钻被窝睡觉，别管他。哎，睡醒了一觉啊，嗯，一翻身听外边的，叭，这一个字憋了一宿。不是吗？过去卖包是，是吧？你包括还有卖的是糖葫芦的。糖葫芦现在也有啊，糖葫芦啊，北京啊叫糖葫芦，天津叫糖墩儿。嗯，哎，这个糖葫芦，北京啊，东西南北城吆出来都不一样。这有什么区别？北城吆出来好听啊，深宅大院居多，有钱人多。哎，吆出来悠悠雅雅，飘飘荡荡。您再给学学，我给您学学啊。您住大兴啊？我住大兴，我南城。啊，南城没钱。你管着管不着啊你？蜜蕊。这是北京的，北京的，是吧？你到了天津了，天津怎么样？天津腰有天津味儿。天津怎么腰呢？哎，大红果里糖墩儿买去吧。大红果的糖墩儿。糖墩儿。嗯。到了天津啊，南开区。啊。哎，吆喝的有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吆喝一个字儿。嗯。墩儿。这一个字儿怎么吆喝？哎，吆出这味儿来，往这一站，哎，墩儿，那墩儿墩儿。牙疼这是。一个字儿，就是显得那糖墩儿大，哦，跟那狗不理包子似的。这糖葫芦什么馅儿的？肉馅儿的。对，知道吗？你到了这个天津红桥区，有这么一位，嗯，吆出来与众不同了。怎么吆喝呀？吆喝一句话。怎么吆喝呢？哎，就是没有糊啊。就是没有糊。哎，就是没，就是没有话筒啊。什么馅儿的？这是。没有糊。嗯。就是没有糊。山楂果一刀切开了，把核 K 出去，干干净净。嗯，哎，就是没有核啊！哎，他这么吆喝都成了品牌了。是，跟前多少价啊？只要是他不卖完，谁也开不了张。那人家这是本事。哎，挨着最近那有一家跟他学，也这么吆喝，也错不了啊。哎，就是没有核 啊， 啊，就是没有核。买卖怎么样？一分钱都没挣。他怎么没卖出去？他是卖核桃的。哎缺心眼儿，有吃核桃皮的吗？是啊，所以说你做买卖的还得多少有点脑子。废话，是吧？你这是做这个买卖的，嗯。过去还有什么呀？啊，卖布衣的，卖旧衣服的。哎，卖旧衣服的，卖布衣分很多种了。您说说，北京布衣、东北布衣、上海布衣、对口布衣啊。嗯，这个北京布衣有意思。北京布衣怎么样？哎，你今天有事吗？我有事儿，有事等着投胎呢。你干什么去呀？怎么呢？不是，咱给大伙配合配合。这北京布衣，你来那小伙计。小伙计怎么样？喊一句不错。就这俩字儿，行吗？不错。哎，对对，调门调门再高一点。啊，咱自己的买卖。行行行。捧哏会吗？捧生意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带着情绪。好好。你再来一个，我就不错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你说完以后马上就有进步。是是是。但是呢，跟我这个标准呢，还差这么 a little。我不明白啊，就您什么标准？调门再高一点，还得高，对，调门再高一点。我操，还差了，雷总。你先来一句，我听听你什么调门，来来。咱要不换人吧？这玩意儿没做过手术，这喊不出来这嗓子。这怎么了？你下来是哪儿发炎了？是怎么的？下台，我等会儿你。你别，我做手术去，这怎么的？我下台。不是，不对，我就尽量，我尽量去，尽量尽量做好手术。哎，那个调门就高。我尽量往上抬抬。比方说，这是一件皮袄啊。嗯。哎，不错。这嗓子行吗？不错，你奶奶个孙子。我说你这你我跟你说你嘴一点把门都没有，是你有把门的，嗯，你有把门的，怎么骂街呢？废话，你这不气我吗？你这不我气死你，我怎么了？我这一句你喊的还没说呢，你就不错了。
哎，这夜间那个皮袄啊，原来是当儿的。这可不错。对。一惊一乍，你说你要死似的，你谁把你抢救过来的是怎么的？就是这个狠，就是这儿，就这儿了，就这儿，就这儿，受不了了。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赶紧唱吧，待会儿给你托梦吧啊！哎，这夜间那个皮袄啊，原来是当儿的。不错，娶的幺儿黑呀，胡照的面子儿了吧？不错，瞧我的面翻拐、您看看筒子吧。不错，这个皮子是九道弯儿、压塞那螺丝转儿的。不错，不管多冷的天，刮多大的风，下多大的雪，穿上我这件皮袄怎么样，在冰地里睡觉，雪地里去冲盹儿去吧。不错，怎么你就忘了冷了，皮袄暖和呀，把你给冻停了。冻停了要再冻呢，那你就嗝儿了。这玩意儿还怎么卖呢？这是啊，他这就是夸张了。这是北京的故事，是到了天津有天津故语，这有区别吗？有区别啊！天津叫故语，故语故语，是这个天津啊，管这皮袄不叫皮袄了，叫什么呢？叫皮袄。皮袄。皮袄。知道吗？一会儿你还得帮个忙，还是不错啊。哎，这夜间那个皮袄啊，我就把它卖了吧。不错。太阳的那个好筒子。不错，一个招致这个毛头啊，大卖的孙儿啊。不错，买来我就卖，我就把它卖了吧。不错，卖了我就跑啊。不，你跑什么呀？城管来了，不照经营啊。是啊，还没办下来执照。是，你说这是天津故意。你比如到了上海了。上海呢？有上海故意。这又有区别了。上海管这个皮袄不叫皮袄了，叫什么呢？叫皮袍子。皮袍子。哎，我给您学一学。上海故意啊。这一件的皮袍子呢，要的嘛，三十六个一个。怎么刚才谁碰着你开关了？我出了。不是，你怎么那么快？知道吗？不知道了。这一件那个皮袍子吆喝着卖，是36.15。有这个整。对了，那个五就是啊，这是五。五就是哦，知道吗？哎，所以说上海人做生意的千万不能感冒。感冒了。感冒了，千万流鼻涕的时候千万不要醒。不行怎么办呢？一醒，这五分钱就赔姥姥家去了。还不能醒？对呀、这留着过河。对了，你比方说鼻等来了，你就学会的。哎呦呵，这是正五毛，哎，对吧？啊，是吧？这一点没丢过。对了，你要真是醒，那就麻烦了。怎么呢？真醒赔钱了。您再来一个。哎，非得比如说这个大鼻涕啊，已经流到这个人中这儿了、马上这就要长寿了。好好好。啊，这一件的皮袍子呢，要不嘛36一个。就这一下。就没了，五分。对不对呀、是。哎，这是上海的故意。嗯。您到了咱们当地东北了。东北也有。有东北故意。东北故意又叫什么呀？砸夯故意。这又不一样了。它这有意思在哪儿呢？东北管这个皮袄不叫皮袄，叫什么呀？叫大花袄。大花袄。哎，而且它不定什么时候它出来俩虚字。这虚字呢是哎呀。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出来。哎，不定什么时候出来。那您给大伙儿学学。我给您学学。哎，这一件那个大花袄，大哥买了给大嫂，大嫂穿的满街跑。哎呀。你大便干燥是吧？干嘛你嚷什么呢？就是不定什么时候，还这一件这个大花袄，哎，大哥买了个，哎，这不够吓人的呢，这玩意儿。这不也吓你吗？是，这吓我的。这是东北的故意。嗯。要说最有意思的什么呀？那得说是对口故意。俩人来。哎。嗯。对口故意，一人一句。嗯。撒谎圆谎啊，算账找钱啊。嗯。特别，你这方面行吗？我也学过。哦，像你这捧哏的也会这个呢，啊，真没想到。你这太瞧不起捧哏的。哎，干
你爸爸不是也捧哏的吗？我爸爸早就没了。你爸死之前也是捧哏的。结束了，旁边来了。哎，咱们这大伙配合配合，来行不行？你真会啊！会来啊！哎，大了马的官儿啊！不错。我看你这个人蛮不错的。你人还怪好的嘞。咱俩怎么那么互相的仰慕自己？是啊。干嘛呢？嗯。怎么还不错呀？不是按你刚才您的意思，你得跟我给唱吆喝啊，一样哎，吆喝，哎，大了马的官儿啊，大了马的官儿啊，好好好 好 MP3、哎、您是不是复读的机呀、啊、复读机呀、啊、这是不用的刘德啊，我怎么了？不是你，你刚才让我照你这吆喝呀，废话一字不差一样啊，你得往下吆喝呀，往下吆喝，往下吆喝。哎，大了马的官儿啊，二了马的官儿啊，三了马的官儿啊，四了马的官儿啊，五了马的官儿啊，六了马的官儿啊。你是不是脑结石了？你马褂上边拜马兄弟来的是吧？排队摇号呢是吗？等着上公交车呢是吗？干嘛呢？你怎么那么些遗言呢？你这个，你干嘛呢？这我，你不是说往下吆喝吗？你得把马褂的用途吆喝出来呀。马褂还什么？就穿外边呗，那你就吆喝出来，靠在那外边吆喝出来呀。啊，知道了吧？哎，大了马的官儿啊，逃到了外边啊，没有袖子啊，没袖子。那不成坎肩了吗？你吆喝出来呀？怎么吆喝？那是坎肩啊！你是不是近期结婚呀、啊？你现在就让你爸你妈再要一个吧，真的。我爸我妈都去世了。你就当个夭折的，我替。你替得着吗？你替谁呀、啊？夭折吧，真的。没听说。该夭折了，你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。大了马的官儿啊，逃到了外边儿啊，没有袖子啊，那是坎肩儿啊。你要诈尸是吧？你不让我跟你的一样吗？差点踩我脚上。我应该踩你嘴上。我买裤子啊，两条的腿儿啊。听君一席话。啊，如同放了个屁！你买裤子可不就两条腿吗？那还怎么着啊？一条腿儿的哟，那是裙子哟。三条腿儿啊，裙子套裤子哟。你是不是变态呀、啊？有你废话，你怎么你三条腿、啊？三个打底裤好不好啊？有三条腿儿四条腿儿啊，两个人穿的、啊。五条腿儿啊，那是手套啊。六条腿儿啊，三个人穿的、啊。七条腿儿啊，四个人穿呢。啊，七条腿四个人穿呀、啊？你喷我一脸！七条腿怎么不能四个人穿？八条腿是四个人。他有个瘸子啊。您这有点糟践残疾人。我糟践什么？你有点糟践我了，知道吗？哦，你是残疾人。你才残疾呢。不是，你这说话别说话，你这脑子反应啊，你这行话叫什么叫现挂哈、啊、谁什么现挂、啊、有点意思啊，什么玩意儿，后面可加难度了啊，随便说又随便说了，加什么难度啊，算账找钱，口脸账，哎对了，你去我给你多少钱，你找我多少钱，马上脑子马上，这我反应快，你反应快，算数大王来吧，哎呦您是算数大王吧。我说你什么，
算数算数大王。就是我问你，我这问不用问了，你大王吧？我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。自打你来了之后，你就是大王吧？你是小王吧？我是老王吧？后面开始了，别老对上下联啊！是是。我买袍去，有个领子呀，有袖子啊，有了面的花儿啊，对儿那个对儿啊，打了面的对儿啊，他怎么怎么厚啊？亲娘许的呀，后娘当的呀，当多少啊？五六毛啊，一两块对呀，我给你两块二啊，我找你一块一呀。我给你三块八呀，我找你两块七呀，我给你19876.35啊，算。咱们刷卡不？没有 POS 机呀，微信支付宝啊，没带手机呀，你赶紧死去，赶紧死去。你不行，我不行，你行。那当然我行。你这账头谁能算上？账头我就能。再让你说一遍，你就得说错了，知道吗？我就能算得上来。你能算上来？能算上来。咱来一回啊！来一回。我给你两块二哦。还有这个。啊。我找你一块一哟。我给你三块八哟。我找你两块七哟。我给你13432.32哦。算。算。我留下一块一呀，剩下都给你。谢谢您吧，刚才给您说一段传统的一个节目，是这个也上百年的历史啊，尤其这个过去的老先生啊留下来的这些个传统的东西，对啊，您留了400多段 啊，经过我们年轻人努力呢，怎么样？现在还剩100多段。对啊，咱们尽量就别努力了，对，别得努力，对，是吧？因为什么呢？这都是与时俱进，嗯，结合时代，对，所以说呢，这有些就该淘汰，啊，大家呢欢迎呢，我们继续给您说，是吧？您要不欢迎呢，我们小点声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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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相声演员来说呀，多知多懂。是不是？尤其拿这个李鹤东来说，人家刚才说开玩笑，什么都不会，其实人家什么都行。哪儿啊？哎，哪儿？这我捧你，你就得往上爬。会，会，对，会，会。你看看，嗯，因为什么呢？人家以前也是逗哏的，以前也逗过哏，对吧？啊，以前是在三队，一队、三队都待过，一队哦也待过，啊，三队也待过。是那时候在孔云龙那手底下，嗯，对吧？那时候他逗哏，对，那时候是开场，是吧？开场了，头一个节目就你听谁说？你听说了？你看见了？不是，你听说了？你看见了？没有。开场不是你点儿那时候我在那儿检票。开场对，那时候他开场完了以后混得不行了，因为包袱一个也不响，是吧？使了30多分钟，一个包袱不响。哎呀，是确实是遗憾，反正就是没让人举报过。完了以后呢，他那时候就去那个检票去了，对，检票呢他又不行，他又就不识别二维码，嗯，他又不知道怎么检，后来他就去做核酸去了。哎，完了以后行了，我负责的太多了。哎，反正总而言之吧，那时候实在是逗不乐观众了，就改了这个捧哏，对吧？我干嘛？我实在逗不乐观眼睁的就是，哎，是不是我最后选择的你？这没错吧？你那时候沦落到真的你连狗都不如的时候，你如狗吗？我连狗都不如，这是您这台上这俩搭档之间这么说，这么说话，这么聊天。对对，不嘛，你还没如狗吗？我都不解释了啊，朋友们，您这你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说你跟狗比，我跟你我不比，知道吗？我跟你比这干嘛？说这话就没意思。废话，就是说什么呢？他那时候确实都落魄了，完了以后呢，哎，我一看，对吧？我选择的你。你选择你现在才有现在，对吗？好比说你就是千里马，那你呢？我就是伯乐，我得让你骑我呀。不是不是，我就是碰上我了，咱们两个人，对吧？哎，相隔一张，那倒没准。那人现在人家是队长，人家是郭德纲的干爹，所以说呢，你说他行了，我就是个队长，我也不能是他干爹呀。我是他干爹，那你也对。
个封箱不是你们商量的，封箱你们商量的，那就没有开箱了。确实啊，这个跟东哥合作很愉快，我们两个人差两辈儿呢，是差两辈儿，差六岁，但是确实关系也是非常相得益彰，关系也很密切。那回事儿，是平常啊私底下关系也特别的好。人李鹤东确实人品，嗯，他在人品方面是确实。你看我给大哥乐的都呛着了，大哥一乐你人品。你说我台上我说什么了？这我好是不好的？呸！这人品太好了，我哪儿得罪你了？包括人品好到什么程度啊？到现在今年你多大岁数了？我今年36。享年36，对吗？你享年42。你就说咱俩同时死不就得了？我愿意吗？我你这么多我同意了。不是，就是说你今年36岁了，嗯，本命年对吗？属龙的，是个坎儿对吗？啊，您都劝我离那个狗远点儿。对，说咱俩确实有点相仿。是是是，确实人家李鹤东36岁了，到现在，嗯，没交过女朋友。没错吧？我怎么了？我这是。你男朋友多呀。见头了。你看一说这个哥们儿朋友多，那个开心的，真的你都说不要不要的。谁告诉你的？就交的朋友，哥们儿多。对啊，嗯，喜欢哥们儿。你再这么说啊，我把我哥们儿介绍给你。啊，没不是，就是说他那时候在这个交女朋友方面太不开窍。怎么不开窍？不开窍，就是到现在你是不是没正式的交过女朋友？对吧？是，他是前些日子，哎，才这个，才搞了个对象，嗯，对吧？对。但是他这个对象确实也漂亮，嗯，1.75米吧。我1.76米。对，女的显高啊，1.75米，对吧？你跟个矬子似的，1.75米，对吗？是是是。穿上高跟鞋，1.93米。咱们仨人一块出去的都危险。白白净净的，嗯，对吧？还长得小虎牙，特别可爱，嗯，对吧？对，哎呦，一笑一乐，又一嘴的虎牙。嗯，这娘们嘴里就有锯齿儿。这娘们是个鲸鱼啊！哪儿来的一嘴虎牙？两颗。对了，那两颗那个小虎牙，对，正好长在这个前面那大门牙上。我这瓶儿起了这个。哎，说你媳妇有蹄子吗？啊，有蹄子，对，蹄子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嗯，长在哪儿了？两边，智齿，两边，这是虎牙吗？这这是虎牙，是智齿啊？长的是啥玩意儿？反正哎，长，这还大舌头呢，那是。两边，牙长顶在下边牙呢，哎，都张闭不上嘴了。哎，长得可爱，尤其一笑一乐，咔咔咔咔，特别可爱，耐人寻味。是，这充了电了，这是。可爱，但是有一个小的缺点。什么呀？他女朋友喜欢放屁。屁乃人生之气，很正常，有屁不放憋坏五脏，对不对？他怎么爱放屁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好这口吗？我那点气全让你给吸了。我怎么那么大气呢？是啊，就是说他女朋友在放屁，一般人放屁没什么，他女朋友放屁就是声音稍微的大一点，那你放个屁怎么不大声？你女朋友放屁跟开了功放，所以你看我一般放屁都是震动，就解决了，对吧？他女朋友啪，把自己崩飞了。他们家以前过年从来不买炮，这没错吧？就不让放，正好北京不让放炮，哎呦，可得了你们家了，嗯，警察推开门都不敢说，哎呦。在哪儿买的炮啊？在哪儿买的？这是没法逮你。这炮有韭菜味儿的吗？哎呦，你说人家这女朋友真的功效太大。功效太大。那天坐公交车，刚一上公交车，啪，放上了屁。司机赶紧拉手刹下车。干嘛？他以为那胎爆了。多大动静？是啊，你说这那天我们去那个演出去北展。郭德纲先生也去了，他带着他的女朋友也去后台了。嗯，郭德纲先生在台上叫小帆，叫小帆，
对刚想要翻的时候，是是，他女朋友大发了个屁，还给观众都傻了。哎呦，嗓子是不是裂了？这是一个地儿吗？是啊，正好徒步嘛，翻档，翻档了，翻档了，翻档了。你说这个去哪儿都不方便，你到哪儿当当当的，你还以为装修呢，这怎么办呢？嗯，后来有人给出主意，什么办法？你实在不行了，你呀、啊，嘿，消音器也没消，有往那地方装消音器是吧？是啊，那不行了，人卖买不着啊。嗯、怎么你、啊？嗯，去厕所啊，不是厕所，去啊，这澡堂子。澡堂子能行？哎，澡堂子里，你别在澡堂子池子外边放，外边放那还是不行。在池子里，池子里边放。你想它的水呀、啊，嗯，它水能那个减少你的声音，嗯，你到里面就咚。见过鱼雷吗？我靠！鱼雷咚。多大威力？这池子都塌了。哎呦，他女朋友那天可高兴了，可有这么一个肆无忌惮的地方能放屁的地方。是是是。哎呦，脱了衣服跳在池子里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那天放的多了点，放多少？放了2000多个屁。这娘们气性可够大的。池子里边旁边泡澡那大哥看完以后都傻了。大哥，你先等会儿。我都傻，跟谁一块泡？那大哥一块泡。他是个女性，他叫大哥。叫大哥。是个女的。是个女的。那女的一看，哎呦，都傻了。是。哎呀，夫人。赶紧过来看看吧！干嘛呀？你们家池子里这水呀、啊，开了！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。